那现在我们赶快请孩子们上来吧，有请孩子们上场。欢迎三个这个爸爸的小宝贝儿哈，我听说。太厉害太厉害，谁教你训练的这些各种技巧啊方式啊？爸爸看视频教我的。哇，是自学啊。几岁开始学的？几岁开始学的？六岁。你今年是14岁？哦，练了八年。练了八年。为什么让他练这些柔术？因为他贫血啊，让他那个血管呢，就是能够倒立啊，那血管能给他冲得粗一点。我还是为了治疗他身体。哎，对，治疗病。他就在这个蹦床上做各种各样的动作。哎，坐着坐着坐着，那你就来吧，就一劈叉，哎，他都能劈开，他的腿特软，而且比一般孩子身体都觉得什么啊，柔韧性比较好，就做各种样的动作。等他那个练了两三年以后，我说我给你加高吧，我就给他焊了一个腿儿，给他焊的现在这么高。两腿用心。妈妈心还是医学中间，这个算是一种治疗方法吗？这肯定是土方法，对，偏方是吧？偏方。那后来大夫有没有说，哎，他贫血好了，跟这个训练有关啊？你有没有再去验证这个？是，他的身体确实是现在比较强壮了，而且他虽然个最小，但是他最有劲儿，最有力气啊。